家好，我是白丁，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支钢笔。那这支钢笔是那个买家送的，就叫永久2689永久啊，永久金笔厂湖南邵阳啊，这个地方反正我不太了解这个地方，熟悉地理的朋友可以帮我普及普及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，或者是什么样的城市啊？我这样子，好像我听过有个什么眼镜城啊，有湖南的朋友麻烦你跟我说一下这样子，因为这根是那个买家送的，我想啊顺便做一做吧，人家一片好心对吧？对，因为这根我没有买，然后他想要送，然后我就试一下呗。对，那整根笔他给了我一根绿色的，这个非常感谢那位买家，然后他的链接我就会放在那个评论，那现在所有的视频我都会放那个购买链接这样子。对，那首先打起来第一个啊，先看一下长度吧，这个有点紧，我觉得有点那个什么了，果然送的还是白来的，果然不是什么，有时候真的那个啊，当然不是说这个厂的东西不好，但永久钢金笔厂好像没有人跟我讲过之前什么沥水还是什么的，很多的那个观众都跟我讲，但这个麻烦帮我普及一下哦，永久金笔厂有人懂吗？懂的告诉我一下。 13.5 的一个长度，那这个长度之后呢是这样子，那就偏小偏短，整根塑料感非常轻，对，能感觉到这轻量感，轻量级的感觉吗？但是笔夹这块我挺喜欢的，有点小弹性，其实这种笔夹我觉得刚刚好弹性，你看手刚好捏，然后有点刚好就对吧，像这个就有点小紧了，无印的这个，反正我基本上拿这个做标准，因为随手可得你还能试啊，去店里面。然后整根笔偏细，拿起来的话，手指细的人适合，我这种手胖的不太喜欢拿，不太适合拿这种。拔不出来，等一下，可以再来一遍好吗？等一下，那整根笔握真的很细，那偏长，拿起来的时候控制性还非常强。等一会再试一下个笔尖，这个笔尖有点像那种异形尖，但上面有一个这样子弯的一个东西，我真的没太看懂是什么原因，平常都平的，我不太懂它这个是弯的怎么样，中间好像中间往下凹这样子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是设计呢还是怎么了。那笔上面也是一个，哎呦，这个就更简陋了，就这样子弄一下。我估计这个吸墨也不是很好吸。那我回去看看那个，这个能动吗？这个还好不能动啊，银色这个圈。那我们先把它盖上去。对，非常紧，能看到吗？对，但是很紧，真的很紧。那往外套也可以，非常紧，这样子，送的反，很容易撞到别人，真的很容易撞到别人。这个，哇，真的，我建议买616，这个好像是3块钱还是多少的那个，反正还是感谢这个买家了，但我还是会实话实说，我还是觉得买616那个一倍价格，但是这个真的太紧了，我不知道是太久还是什么收缩还是什么原因啊，反正这个精度不是特别那个，然后对，就大概是这样子，我先试一下那个笔尖如何状况啊，然后你们现在能看一下我拿这个，不是，有点不好吸，你看怎么吸一直都这样子，就跟卡威口的那个几年式的问题是一样的，我不知道有没吸上去，没事，有吸一点点就好了，那个反正等会还吸笔这样子。那先把这个给拿走一下，对，因为最近这几根钢笔都是比较那个不是特别有特长那种，那我就讲的也没有那么多啊，对，但整根笔很轻啊，那一个先试写一下。好的，书写完以后有点小惊讶啊，首先他最近用的钢笔算是比较细的一支，你们能对比出来，就是说无印的这根跟他对比，那首先他是最软的，暂时我用的笔来讲他是比较偏软的这样子，那我轻轻的重的，对，它都能用一个反馈，就是说它弹性特别够的。那断墨反正一样不会，来这边给你们试写一下，那这也是说我手贱啊，真的不关他事。然后你看出锋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，就是有点细不太好出锋，但刮子感，因为它 EF 尖刮子感偏强，那出锋相对来讲你要压出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这么压一撇，那没那么容易，就有点需要用点劲，但是也不是真的用劲啊，当然就是说要稍微用点小，就稍微都怎么说，压一下，但是它那个有点小刮子，但是写起来就是说控制性非常好，非常容易控制的一根笔。那比如说我写一个圣字，那这样子对吧，那写个圣的时候你看就粗细还是可以控制出来的，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，它就是说好控制，但是你要写的有粗有细有点难度，就是说
挂制感太强了，但还是 OK。整根笔书写的怎么讲？三块来讲啊，我觉得差不多啊，就这样子，3块人民币，4块港币，16块台币啊，换算一次给你们了。然后呢，就这样，另外的话是这样子，反正很好控制一根笔，就像你玩魔兽的话，你会选择大人族，你会选择大法师；玩跑跑卡丁车，它游侠不是最快的，但你会选择游侠，就是这样子一个道理，非常好控制一根笔，还是不错的，书写没有问题，当做书写工具绝对 OK 的。当然，平常唯一的问题是笔盖的这个，你一弄的时候用力一拔。对，你看我现在都是这样子拿着，然后这边再拿，然后这样子，免得如果我直接这么，你看我整只手就甩到别，我怕会甩到别人这样子。对，那其他的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根笔。那就你说特色的话，不算特别强，因为价位在那，反而笔，我认为做的最好两个地方就笔尖和笔尖啊，真的是作为一根书写工具而存在的一根笔，这根对的，对，唯一的美中不足真的是那个笔帽的部分，其他的我觉得都是挺让人满意的，然后粗细度还是 OK 的啦，这个不是打广告，真的，我没有打广告的，真的，好的，那一个对，那个今天的最后一根笔就这样子，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，或者想交流的可以加我微信，那一个对，那或者有什么我说的不太好，或者可以帮我纠正一下的，麻烦帮我纠正一下，那一个下次再见。